生永远不息，在台北夜里喜欢和迷离，多少是一人着迷、你展现的飘逸，无名的美丽走进我心，宿命将有缘人紧紧的相惜。我以为爱满意，将我们分隔的不会是距离，走远方到异地，我们却慢慢的失去联系。我常常想起你，念着你，呐喊你，不知道远方的你是否感应。我知道我们不会再相遇，回忆就是一生最美的甜蜜。不要说可惜，你陪我哭泣欢笑吹风淋雨，心中的城市里爱刻着痕迹，台北不是个伤心地。你消失在雨季，思念更浓郁，遥望前去，我祈祷现在的你过得甜蜜。张万顺是一个事业有成、家庭幸福的商人，却因背地里一段错综复杂的奇恋，让他不得不为了父权生育，杀害了他的同性恋人简明仁。而简明仁七岁的外甥女芬芬，也因为眼见张万顺行凶而惨遭杀害灭口。喊张万顺形同陌路的妻子雅竹，靠着服用镇静剂来稳定自己婚姻不幸福的情绪。当他雇佣镇静社查出自己枕边人竟是双性恋者，又涉嫌杀人以后，痛苦万分，不知所措。无辜遭杀害的小女孩芬芬，冤气加上死亡的鲜血，沾染在她随身最喜爱的洋娃娃身上。洋娃娃莫名地拥有了芬芬不甘横死的力量，从被张万顺弃置的荒郊野外，一步一步自动走回命案现场。而被重回命案现场勘验的尚志意外的识货，当洋娃娃被列为证物送到刑事局化验的时候，他又无声无息地溜出刑事局，意图找张万顺报仇。鬼魅怪诞的现象让张万顺惊恐万分，闯入张宅的洋娃娃被雅竹送往育幼院，而识货洋娃娃的孤儿院童小熊，眼见洋娃娃自己会走动说话，告诉任何人皆得不到信任，甚至连前来育幼院慰问的玉芳，都因为小熊父亲乃遭极刑处决的枪击要犯，认定小熊心智受到不良影响，而忽略掉小熊手中的洋娃娃。当警方全面清查简明仁的同性恋人际关系时，张万顺的同性新欢小杰赶来向张万顺通风报信，而这一幕全看在错愕绝望的雅竹眼中。两个大男人躲在外面咬耳朵，也不怕邻居看笑话。你那个朋友讲话有点娘娘腔，从外表实在很容易让你联想他是我们女人这一国的。不要胡思乱想好不好？他来找我商量事情，我只是不想让他进门，又不能说有点娘娘腔我就不教啊。他是不是我怎么知道？是吗？那你呢？你还是吗？你是男人那一国的，还是我们女人这一国的？你说我女人怎么容许不了别人犯错呢？跟你说过多少次，事情已经过去了，你拿话来这样酸我，来刺激我，让我怎么过日子？夫妻生活怎么过？
你犯的错是杀人杀小孩，我怎么忘得掉？闭上眼睛当作没发生，我办不到，我连睡都睡不着。那怎么办？把我送到警察局去，把我的命送去还给人家。你送了吗？相信我，事情很快会过去的，我们整个家都会恢复正常。你这只手摸过我，也摸过其他男人，你不觉得恶心？我只要想到就心如刀割。有些事情有办法淡忘，有些事情没有办法。我到现在没有爆发，是念在夫妻的缘分上，希望能够找出一些能够原谅你的东西。可是刚刚我看到来找你的那个男人，我怕我不是找不到。爸爸，我可不可以买洋娃娃？洋娃娃？对呀，就是会动、可以走路的、还会讲话的那一种。婷婷啊，你都这么大了，爸爸买别的玩具给你玩好不好？不要买洋娃娃了。我不要，我要玩洋娃娃。洋娃娃可以去专门人报仇，就像这个样子。我要报仇！我要报仇！我要报仇！张大夫，上次我帮你查出张先生有外遇的事情，现在还要查吗？不用了，这次我让你查的对象不一样。对象不一样？哦，换了个男人啊。男的女的你不用管，反正你帮我查出他最近跟谁比较亲密。嗯，是不是像这样子的照片再多拍一点？这次不用拍照了，我需要付你多少钱？张大夫，上次我帮你的工作你还没有买单呢。怎么会呢？我不是付你5万块钱结完账了吗？那只是洗照片的工钱，大条的还在后面。你这什么意思啊？张大夫，你是高尚的人，我相信你一定不希望这些照片流出去而毁了张先生在社会商场上的名誉。再说张先生他成功也不容易，犯不着为这些照片流出去而毁了他的前程，对不对？你在勒索我，你怎么可以没有一点职业道德？我要告你老板。你这种杀头的罪我可担当不起。再说我也只不过是想替你张先生保留住目前的社会地位跟名声。你想想看，要是这些底片被记者或媒体拿到的话，那可不得了。这样吧，我拿你200万，我替你把张先生这些底片给销毁，不算亏吧？我告诉你，你不要以为我会那么傻任你宰割，给了这次还会有下一次，你别做梦。底片还我。聪明。
这样，我们一次搞定。底片我可以还你，可是我要500万，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你不要想，我一毛钱不会给你这种人。等一下，既然我这些条件不够吸引你，好，我再加重。这2天的社会新闻很热闹，双尸命案，怎么样？有兴趣吗？死者正是这个人，现在警方正在调查他的交友关系，万一他要是查到李先生是他的亲密爱人，自可毁了，不只是他毁了，连你都毁了。我老公跟命案一点关系都没有。好，你有担当，有气，这话你就跟警方讲，你看他们相不相信。这样，我给你1天的时间考虑，你想想看，是钱重要呢，还是你整个家庭重要？像你这么愚蠢的女人，捧着钱请外人找自己老公的毛病，你笨的，你神经病啊！不勒索你勒索谁？我也不知道那个人会这么坏，是你自己有毛病被人家抓住把柄，弄到最后好像是我的错。你有本事你不要在那边摔东西，你自己去应付他嘛。小朋友一起玩，自己躲在这边跟杨娃娃说什么？没有啊。然后给老师看看好不好？这杨娃娃有什么特别的？看你一天到晚抱着他叽叽喳喳的说个不停。其实啊，其他小朋友搞不好比杨娃娃更好玩更可爱哦。杨娃娃说他去抓坏人报仇，他很可怜，他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洋娃娃哦。老师，你要不要帮他的忙啊？小熊，老师是真的啦。好，小熊，你看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先不要玩洋娃娃，过去那边啊，跟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走。快点想办法，那个人很邪，我怕他真的会把照片拿给警察。现在有什么办法可想？给钱了事，花钱消灾。给钱？你要跟那种人打交道？打电话给他姓吴的，约他晚上过来拿钱，把底片还给我们。你不要傻，500万根本打发不了他，他像个无底的模样，缠得你没完没了。这你就不用管了吧，反正约他出来就是。我有把握把底片拿回来。
不用想这么多了，这是唯一的办法。你可千万不要再做什么傻事啊。不会了，打电话吧，啊，约他去民生宫。其实啊，我这都是为你们好。那么重要的东西，哎，万一流落到外面去，这对府上，尤其是对你张先生，你想想看，堂堂一个贸易公司的董事长，居然是个同性恋。够了，得了便宜还卖乖，是不是？底片呢？钱呢？我这个人一向小本经营惯，现金交易，钱拿来，我底片立刻给你。很多事情都是在一念之间啊，你我可以做朋友，也可以做敌人，看你怎么选择了。我们现在不就是好朋友了吗？哎，有机会我可不可以到你在府上坐一坐？这种人，你赶快把钱给他，我们赶快走了，还跟他啰嗦什么？李斌，我刚刚的意思是，人呐，不能错一步。像我，错了一步，就一辈子也回不了头了。那你的意思是说，你那个情人跟小女孩都是你杀的？没错。怎么，没想到我敢承认吧？我就敢杀第三个，你就敢啊！哎，你自己，你怎么可以再杀人？你怎么可以？是他逼着我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他自己找死。他不是幼儿园的小熊吗？怎么在这里？我说你要干嘛？你要干嘛？看到我杀人，你知道吗？你想干嘛？再杀他吗？不可以，不可以，万岁，万岁！你敢再杀他，马上死给你看！你已经伤我的眼睛，你已经不行了。
你那个豆子熟，难道你不犹豫吗？豆子吃到人家的肉里面，难道你不恶心，你不心痛吗？我去，你叫你坐在这怎么办啊？哎，都这么晚了，小熊会跑哪去？杨老师先别着急，小熊这样不见人影脱队不是第一次，他自己认得回来的路，我们再等看看，如果真的等不到，再请管区女警队还有少警队帮忙协助。其实都是我的疏忽，想到这几天君子怪怪的，我应该多注意他的。其实我应该，现在讲这也没有用，这老天保佑，千万不要出事，千万不要出事。哎，小熊回来，小熊，杨老师，小熊，你跑哪去了？杨老师。我看大虎是跟小虎很小事，你不要到处乱跑嘛，又不是每次他很空就乱跑呢，跟你讲你都不听。我有看到，看到其他小朋友回来就跟大老师报道啊。老师跟你讲过多少次，你要跟小朋友一起玩，你要守规矩，你为什么都不听话呢？你我要怎么讲才听得懂？好了好了，小熊知道错了对不对？你看你把姚老师气成这样，老师是为小熊好，怕你在外面发生危险，知不知道？小熊，这个洋娃娃是你的吗？你借手术看一下好不好？一下就好。小熊，这次很没有礼貌，把洋娃娃送上手术看看，好不好？你刚才是不是想说什么？小熊，你在外面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对不起，麻烦两位了。只要小熊回来，我就安心了。那大家继续休息喽。怎么了？小熊手上拿的就是在建设组的件洋娃娃。小熊手里的洋娃娃，上次我也觉得不对劲，可是我问过你，洋娃娃的衣服颜色不对，很可能衣服被换过。我认得出来，那就是被害小女孩纷纷的玩具娃娃。怎么会在刑事局莫名其妙失踪呢？又出现在小熊的手上？自问自答，不如进去问他。请。我知道你马上就要做一个抢小朋友洋娃娃的坏警察。如果你是要去幼儿园找那小男孩，我发誓我会和你拼命的。不会啦，我去上班啊。其实小孩子就算他告诉别人他看到什么，也没有人会相信嘛，更何况他是幼儿园的孤儿。如果你再不放心，我们马上搭飞机到美国去避风头，你绝对不可以再作孽了。我只是到公司去，紧张什么呢？嗯，拜拜。啊，我去药房买个头痛药，马上回来。哎，连我的那份也买。看你揉头这么痛苦的样子，我这个伙伴够意思吧？陪你一起痛。上去，快点哦！建设组还在等洋娃娃。
玉芳，怎么了？没什么。杨妈妈，刚才有谁接近过车子？没有啊。没有，那杨妈妈怎么不见了？我刚刚只是等你无聊，拿电动玩具出来按两下，不可能有人靠我这么近拿走洋娃娃，我不知道，我发誓。你该不会说洋娃娃是自己跑走的吧？好像可以这么说，洋娃娃不是洋娃娃，这么一切都有合理的解释了。洋娃娃不是洋娃娃，那它是什么呢？它应该是他死去主人小芬灵魂暂时寄托的玩具躯壳，因为目睹了小主人的死，甚至沾到了主人还有凶手的血，所以冤气、血气、灵气结合成一股奇怪的灵动力，造成洋娃娃不是洋娃娃到处跑来跑去的古怪现象。说不定他真的在找凶手，也许他已经找到了。报告完毕。现在我的头也痛，希望你买的药有效。有点不舒服，天凉了嘛，我就送了点外套跟夹克过来。真太谢谢您了，您看错了，小孩子都要准备吃饭，当心要不要起用饭？哦，不用了不用了，杨老师你去忙你的，我随便看看，跟小朋友玩玩。那不招呼您了，谢谢你。乖乖去吃饭，走。
我没事，没事。小女孩拿刀要杀爸爸耶。怎么回事？怎么会发生这种怪事？你自己很清楚，那个小女孩死不瞑目，她会来找你。找我？那个死人怎么来找我？哼！越来越糟。我本来以为只要能够守住秘密，一切都会过去。没想到，没想到越来越多，就有的冤魂来找你。就算他是小鬼，他现在被我砍成两截了，他能怎么样？我就不相信他还能把我怎么样。什么本事？去死吧！姐只是问你说，洋娃娃从哪边来的啊？是捡的还是别人给你的？就这么简单的问题嘛，怎么这么拗啊？小熊，玉芳姐姐是要抓坏人，你一定会帮姐姐的，对不对？谁是坏人？你才是坏人！我说错话了。他爸爸被枪毙的事还深深在他的脑海当中，他知道他的父亲是所谓的坏人。汪警官，真是不好意思。没关系，我改天再来好了。起来，不让那个坏人找到。可是
我要躲哪里呢？我又没有家。小熊，小熊。你说这家是好人呐？这个洋娃娃是我的。什么你的？是我的耶！你怎么把我洋娃娃弄坏？还给我！还给我！你知道吗？这洋娃娃又不是我弄坏的。这不是你的。什么洋娃娃啊？小朋友啊，你要干什么？妈妈，他把我洋娃娃弄坏了。喂，那边怎么能播啊？妈妈，我要我的洋娃娃啦！这不是你的，是我的。喂，卡拜托的，你的，这是我捡，这是我送阮阿平的啦，哈。对。站住！把洋娃娃留下来。阿平啊，阿平，阿平啊，妈妈把洋娃娃修好了。小朋友，天都已经黑了，你怎么还不回家？妈妈，小熊现在是我朋友，他可不可以住在我们家？朋友，嘿，才一下子你们就变成朋友了。妈妈跟你说，不要太随便相信男人。你老妈我当然就是因为太相信男人，所以现在啊，好，不说不说了。嗯，留他下来干什么？弟弟，你不回家的话，你爸爸妈妈不会担心吗？妈妈，小熊他没有爸爸妈妈，他好可怜，他住在孤儿院里。这样子啊。唉，有个是赶快拍脸的囡仔，来，洋娃娃，你跟哥哥一起玩啊。阿姨呢，去做几样好吃的菜，请你吃饭，嗯。吃饱了没？吃饱了，谢谢阿姨。好乖，阿平啊，你跟哥哥去玩，妈妈去切水果哦。那洋娃娃带恁去找东西，我都不是洋娃娃家己要行路啦。再走，妈妈。这是要躲。Thank you.
我现在不在家，你们可以改天再来吗？张太太，再问你一次，双生命案发生那天晚上，你确定你先生一直都在家吗？时间那么久了，我想应该是在家吧。你确定？我平常都吃药睡觉，我睡得很早。张太太，告诉你一个很不好的消息，也许你早就知道了，也说不定。咱们从凶宅比对出你先生的指纹，你可以告诉我，他到命案现场去找那个男同性恋做什么吗？我不知道，他以前在我先生公司上过班，他们之间应该只是部属员工的关系。至于指纹。张先生说他已经好几年没有见过他，他在说谎。他为什么要说谎？你自己有个很可爱的小女儿，想想看，那个被杀的小女孩才八岁，昨天她母亲将她火葬，哭得死去活来，问了好几次，可是没有人可以给她一个交代，一个答案。张太太，如果你肯说出答案，也许可以阻止你先生再犯错。如果人真是你先生杀的，那么他犯下罪行是人神共愤，赖不掉也逃不掉。你这样替他隐瞒，连你也会有罪。不值得。必须要带你回刑事局接受问案。玉芳，麻烦请个女警过来照顾小朋友，各组注意我上肢，一组在外面埋伏，二组去他公司，行动快。妖魔鬼怪都嘛走出来，做甲不好做的，阿妹啊，家己惊咯。真是讲出去哦，别人会甲当作是笑的。哎，哦，阿唔知要乌啥，乌个只骨蛋。阿姨，说不定洋娃娃会带我们挖到宝藏哦。宝藏，就是有很多很多钱的意思咯。阿姨，说不定洋娃娃会带我们挖到宝藏哦。宝藏，就是有很多很多钱的意思咯。妈妈，旁边还有刀子的。
团告会。啊，快走！快走，快走！快快快快快快走，快走，快走！星辰，你要干什么？我们请到刑事局去协助办案，把你所知道的告诉我，不需要把小朋友也带着，我们会请女同事到你家里面帮忙照顾小孩子。家里发生这么重大的事，我不希望在这个时候帮他一个人在家。奇怪，人呢？刚刚不是有个小女孩突然跑出来吗？我第二次去凶宅勘验的时候也碰过这种情况，那个时候我在那里发现了在建设组不见的洋娃娃。向正，快上车，快往前开。去哪里？先开车，我会告诉你怎么走。小孩子的命你就叫，你不要乱来了，好，不要乱来，不要乱来，不要乱来。告诉我，是谁带你们去挖这些东西出来的？说。是洋娃娃。你胡说些什么你？洋娃娃说你是坏人，害死他，他要把刀子和你的衣服统统交给警察。我还有看到你杀死了一个叔叔，你是坏人，你是坏人。你不要一直看我了，你该不会想要把我们三个也杀掉吗？不会哦。变成这样，站住！闪跑！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不准哭！不准哭！不准哭！你别安尼啦！你别安尼啦！阿明乖，阿明不哭。在这边停车。玉芳，我想我们够了，还是赶快回局里问张太太笔录比较重要。
再叫你试试看。朱美娇，我向陈万氏，他手上有人质。周总监，这里是中正路109号，我们发现张万顺挟持几名人质，立刻请维安特遣队还有翻帮的小组过来支援。尚先生，什么事啊？张太太，这里非常危险，麻烦你带着女儿立刻回到车上，不管发生任何事情都不要出来。可是我刚听到你提到张万顺，不管发生任何事情，绝对不要出来，赶快走。随时有变化，为了不让无辜人受伤害，保护人质安全，我们必须先下手。张万顺，你现在抓的是别人的老婆，别人的女儿。我不管，你相信我会杀他。拜托你，拜托你，我是没有关系先走了。拜托你，我是关系的，你是都没做亏的性命有了。警官，我求求你让我们进去，他一定不会伤害我们。
周先生，我跟你讲啊，我阿公也是死得很早，我女儿阿萍，她最希望的就是能够抱抱她爸爸。趁你还没有被警察打死以前哦，你赶紧去抱抱你女儿。嘿，啊你跟阿公吊吊是要创啥啦？抱恁查某囡仔较要紧呐，紧去咩？你要相信爸爸一句话，爸爸是一时糊涂，一时糊涂做错事情。爸爸不是坏，爸爸不是坏。爸爸，我知道你不是坏人，可是警察会不会打死你呢？爸爸爱你。爸爸爱你。嘿，狗拎包啦！你不知道，当寡妇很可怜呢，真的是生不如死。都嘛，你家找无人啊？出去，我要出去跟别的男人鬼混，我对不起，如果还有下辈子的话，你娶了我以后对我好一点，下辈子对我好一点就可以了。很多垃圾要捡，像你这样慢慢摸慢慢摸，这报民国几年了你？啊，我知道。赶快扫啊！
小熊现在，我跟你说，你要跟人家讲说你自愿来帮忙，然后这样边玩边扫，我哪告起尊哦，人家会告我虐待儿童呢。哦，好，我知道，我会说我是来陪阿婷玩的。阿平，妈妈跟你讲过，不能随便捡地上的东西，这样会不好哦。嗯。不要丢掉。李小姐。赶快，阿婷，叔叔跟阿姨是不是答应要买一个新的洋娃娃给你？对。来。你看，喜不喜欢？喜欢。来，给你。好乖。我怎么没有？小熊是男生，男孩子不玩洋娃娃。人家也要一个嘛。阿伯阿内啊，从现在开始哦，小熊就是我的干儿子。那这个洋娃娃呢，你跟阿平两个人公给玩，一个人玩一个礼拜，好不好？好，谢阿姨。嗯，小干妈。哦，谢干妈。拍摄啊，我来去无用哦。好好好，走，我们去扫地了啊、哦。好乖哦。哎，你买的洋娃娃挺漂亮，好可爱。从我发现洋娃娃会帮助警察叔叔办案开始，我对他们就特别好感，所以我就。买了洋娃娃送我。哇，好多洋娃娃哦！这洋娃娃制作很精美，而且很漂亮。它叫做俏皮娃娃，不但会笑，而且还会做表情。喜不喜欢？谢谢，你太体贴了。不过大人好像不太适合玩这些，我是要送给我小侄女。逗你的，我买了一大堆，准备要送给我所有女性的朋友。碧芳，你下午有空吗？我想把这些娃娃送给育幼院的小朋友们。这些洋娃娃真的都好可爱啊、哦！嗯，世间的爱情。